我说我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们跋山涉水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上僧左右护理的。我看什么玩意儿？厉害！哎呀，好东西呀！此事只要见欧阳的人头，军长一职。 当场立状走马上任，葛殿武，这个葛殿武连他老大的人头都要，不仁不义呀！什么声音？ 罐儿呢？地上呢？我的小宝贝儿啊！这个都别动！哎呀，我的心脏啊！ 你大！老师好。哎，那谁在屋里乱开枪？欧阳，大帅，您来了。您来也不先通知一声，我们好跟你。刘颖安，你把你所有人给我集合起来。是。 报告大帅，中原警察局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完人尚德，玩物丧志，你看你们这成何体统？刘安，哟，这警局你怎么管理的？一派乌烟瘴气。这是卑职失职，我马上整治。如今盗匪猖獗，胡作坊口出狂言，要取我的相声人头，你们同意吗？我们不同意。 绝对不同意！坚决不同意！玉安，哟，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斧头帮，碰着嫌疑人，格杀勿论。是。大家要遵照大帅的指示，一个月内铲除斧头帮。大家有没有信心？有。 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信心？有。大帅，我们有。行，散了吧，散了吧，都散了吧。大帅，都散了呀。大帅，别生气，别生气，消消火啊。玉安。 你能不能让我去个阿姆教？是是是是，卑职来不就跟您说这个事儿吗？有一个朱老板呐，想跟您说一下。嗯，呸，不是，朱老板呐，他想跟您见一面。哎，他那儿刚从上海来了一批名媛佳丽，那真是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条有身条。仰慕大帅的风采已久，人家就想跟您见一面聊聊天，没别的意思啊，纯聊天。谁想见我，我都得去吗？ 到他，我不去。别，朱老板一片诚心，听说礼金都偷偷送您府上去了。嗯嗯，哪个朱老板？朱维利呀，万华门夜总会那朱维利。放心吧，大帅，今儿晚上我派几个警察呀，在门口给您站着岗，绝对的安全。放心。<笑>还算你们懂事。 大帅，慢走。
雪冬，我们要去哪儿？吃饭去。哎，干嘛呢？干嘛呢？哎，干嘛干嘛？这还有弯吗？带斧子了吗？什么呀？嘛玩意儿？斧子？你们家吃饭不带筷子带斧子？走吧。吃完了上来。发生什么呀？杀了多少小动物？一看就不是好人。 哎呀，大帅，您今天真是好酒呀！高兴，嗯，高兴。能跟您一块喝酒，我也高兴。是的，以后啊，咱们要常喝，多喝。好，咱们常聚啊，大帅。嗯。干，别瞎溜达了，实在不行就这儿吧。 不是，这，来。明事理，非凡事，在商界有一定地位，我得看好他。哎呀，大帅，您真是慧眼识英才呀！那，朴老板当选商务会长的事儿。 您就这么定了吧，啊！不妥，不妥，那不是我欧阳大帅钦点的了吗？哎呀，大帅，就您一句话的事儿，您就答应了吧？大帅，您就醒醒吧！您说，这如此的良辰美景，您独自这么睡去，让小庆妹妹我。 情何以堪呀！别动！别动！别动！什么人？啊！哎呀！不行，出事了！快上去看看！ 哎呀，你和一个女人，你这弄啥来？这是，赶紧逃上来，再不逃，他兴了。对对对，你慢走，知道什么叫包揽私欲。人家大帅现在就不犯吗？你知道人家要干什么吗？咱俩现在冲上去，碰见不该看的，说好听点那是尴尬，说不好听点小命都没喽。 再说我崩了你！再说真崩了你！快点，逃上去！哎，逃上他！那不对呀，都喊救命了，喊那么大声！大帅，哦，大气魄！慢点，慢点！哎，你们俩站住！干什么的？ 打什么？打芝。这什么呀？芝。猪。芝。猪。芝。猪。你错了。你干什么的？我是他哥，俺俩是亲兄弟。他是恁哥，那我骗你，恁哥是鳖孙。你个鳖孙，你老乱说啥？ 行，哎，大晚上的，你说你们的，行了行了，你看他们俩就是穷人，也干不了什么坏事，走吧走吧。谢谢。这猪还挺沉，我帮你们吧。不要不要不要！哎呀，这上边怎么还没声了呢？那还能一直有声？大帅他也是人。 人家大帅，那叫生活。咱们俩，顶多也就算个活着，快跟那打猪的一样。大哥，他是不是找了？他是大帅呗？
咦，你说你这个鳖孙，你咋不长脑子啊？他弄是大帅，那大帅他缺女人呢，他能缺哪种地方啊？哎，你给哥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不是荣化街45号？哎，45的人的，其他不认的。没说一样，咱们找个明白人问问吧。啊，这事儿那有问的，别认的，那不露馅了。 他是不是骗咱们了？我估计不能吧，咱都给他打成那样，他还敢骗咱？你老的让驴踢了，你烧他做嘛呢？你个鳖孙，连他伤都不动啊？这纸条他能留得住啊？那不得挤到这儿啊？哦，得用这儿啊。 这斧头帮了效率还蛮高呢，啊！您当初答应给他的海岛地盘，当然有效率了。队长，您这是准备把自己的位置拱手相让吗？进来，老高，梁强啊。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啊！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的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嗯？报告葛军长，警备队队长梁强愿意接受军法处置。少跟我扯这套！我命令你，现在就带着你的警备队，把斧头帮去给我铲平了。是。快去！ 一箭双雕啊！要警备队跟斧头帮交了手，啊，欧阳就必死无疑。哼，如果警备队铲平了斧头帮，那我答应他们的条件就全都泡了汤了。啊，要是斧头帮灭了警备队，也除了我的心头一患。就这么说呀？啊，大帅失踪，就是我跟刘一手失职，请局长出马。我们马上全程贴告示，寻找大帅。 贴什么告示啊？大帅在哪丢的？夜总会丢的，夜总会丢了个大帅，这说出去都丢人，还贴告示，你贴什么告示？啊！一定是斧头帮，一定是斧头帮干的。你们谁？谁到斧头帮去把人质给我救回来？谁？谁？ 弄什么昨儿的？你试试。大帅是咱们俩看丢的，找不着刘永安就得弄死咱俩，找着了大帅得弄死咱俩。 刘永安这个狗东西，哎，他让咱俩去斧头帮，咱们警察局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不是个，咱俩去肯定是送死。现在是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找着了是死，找不着还是死，这就是个死局。还能盘活？跑。往哪儿跑？能跑多远跑多远。那不穿这身警服了。这身警服重要。 现在重要的就是活命，活命比什么都重要。我不跟你扯这么多，我去看我的马姑娘，你爱咋咋地。不是杨姑娘吗？换了。猪姑娘、牛姑娘、羊姑娘、马姑娘，怎么姑娘们都喜欢刘一手？ 难道真的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我去跟谁道别？
冲刷面做茶饺，谁要不服那都小。你也小，我也小，天下的美女人爱瞧。鸡大妈做大饺，皇上女儿那不要。有钱了，行了了，歌厅舞厅全来了。有钱了，有钱了，不知怎么缺花。有钱了，有钱了，不知怎么缺花。有钱了，有钱了，不知怎么缺花。有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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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了。咱给他要多少钱？冲这身衣裳，他应该是个有钱人。有钱得多要，要多少？50块大洋。100？咦，现在也一年才挣30块大洋，你别要跑了。你这个鳖孙，你说啥了你啊？你在这做买卖来了？他困在咱那个水缸里边，他往哪儿跑啊？跑跑跑！兄弟，你也试试这个。呀，那个大棉袄都暖和多了，我现在我穿上我都出汗了。是的，是的，这个一看就是暖和。你是？你出汗了。爹，这个鳖孙子要跑，哪儿跑呀？你哪儿跑呀？啊，憋死了。哎呀！这鳖孙，我打你！你个老鳖孙，你个老让你跑，老鳖！别打了，别打了，老鳖！别打了，我是大帅，我真是大帅啊！你是大帅，吹牛！你咋不说你是万岁爷爷呢？你是万岁爷爷，你是万岁爷，你是万岁爷爷呢？啊，吹牛！我真是欧阳大帅，我真是欧阳大帅啊！他说他是大帅，你爹们想要多少钱？兄弟，我去。多少？哎，你们想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我真是欧阳大帅啊！啊，我真是大帅。你真是欧阳大帅？啊，真是欧阳大帅。哦，不是，真是大帅，真是啊。哦，你真是大帅。我还大帅，别听见我呀！我还大帅的爷爷了。你个鳖孙，你说啥呀？都别动！我是来找你们老大的。你老大，给我出来！梁队长，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呀？你杀了欧阳大帅，我是来抓你。你觉得你抓得了我？兄弟们，把门给我堵上！李老大，今天我不想伤及无辜，有种的话你就跟我单挑，我亲手把你抓回去。老二，咱有这个规矩吗？我给你拿眼镜。兄弟们，都给我退出去！
谁跟你说我杀了大帅？再动手就断了。梁队长，我敬佩你对大帅的忠心，可你就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你有脑子好好想一想。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你真拿自己当根葱吗？谁拿你搬豆腐？别忘了大帅搁谁手上丢的。走。又咋了？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女人这个时候需要男人的臂膀。 你是好汉，你知道吗？兄弟如手足，女人呢就是衣服，衣服重要，手足重要，啊！你衣服。既然你决定要走了，我也不留你了。 军司基地禁止入内。爷，我问一下，你上面写的是不是45号啊？这是大帅府，赶紧走，调不开枪了，走。你啥符？大帅府。我的个娘哎，这个鳖孙！把我杀了，滚！哎呀，走。 真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队长，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啊！啊，葛叔叔，兰兰，你怎么来这儿了？ 告诉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兰兰，你先别难过，这飞呀，就是飞。不过你放心，啊，我一定会抓住他，替你叔叔报仇。报告。
杨队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全力以赴的在剿灭斧头帮吗？葛军长，据我判断，大帅不在斧头帮。啊！胡说！亮强，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叔叔他不在斧头帮，那他是不是还活着？亮强，上尉警卫队的队长对大帅的失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你身为军人，执行命令不全力去剿匪，简直就是渎职！我渎职？我梁强解救大帅，义不容辞。少在这给我狡辩！来人，走，把他都绑上。啊，葛军长，大帅生死未卜，你不能这么对我！再说我毙了你！葛军长，败家玩意！葛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叔叔他到底人在哪儿？既然他说你叔叔不在斧头帮，那就说明大帅还有生还的希望。你这样，你回去等我的消息，我现在就去警局，督促他们全力以赴地寻找大帅，好不好？你是大帅，大帅是不是啊？啊，你是大帅。我不是，我不是了。他说他不是大帅了。哦，你又不是了，你敢糊弄我是不是啊？怎么着，哥哥？害得我差点没死在外头，我得打死你！我打你个鞭子！你说是？我打你个鞭子！你个鞭子！你个鞭子！兄弟呀，兄弟，你是不知道啊？咋着呢？好几个当兵的在这给你站岗啊！他说的院子是他家的，我打死你！打死你！让你胡说！不是大帅，不是我家的，不是我家的啊！他要说不是大帅了，我弄死你！我弄死你！我弄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我！哎呀，不是，真能骗人啊！警察局长刘永安向葛军长汇报工作。葛军长，其实这个事情吧，我觉得我们警察局也负有一点点责任。不是，葛军长，我错了，卑职无能啊，卑职。刘永安。这大帅失踪了，你怎么打算？不，军长，事情是这样，你看那天呢，大帅他非要去夜总会，我拦都拦不住啊！您说我，不，要么这样，只要您保住我的命，这个局长我不干了，您让您家亲戚来当行吗？局长，这局长，你是做不了了。不过，我倒可以给你提供个机会，做厅长。那什么意思？我决定接替做督军总部的大帅，而你就做我警察厅的厅长。你觉得我这么安排行吗？行，太行了。吃吧，吃呗。咋还哭上了？咦，你这个鳖孙，我是好吃好喝招待你，这在这哭上了，别回去。大人，你们给我好吃的。太大人了，太大人了。废话，咱认多了，我看还是饿得轻。你拿着地址和信去找你
他们会给钱给你。行了，别哭了，我让你别哭了，那哥还没死呢，你哭啥了这是？你这个瘪孙，你咋说说他又到我这儿了？你看你哭这个模样吧，你看看你，这两根你要他干什么呢？这不干净多了。感人，太感人怎么样？鉴定结果出来了，确实是大帅亲笔写的。太好了，这就说明我叔他还活着。大帅还活着。兰兰，要不然你就先回家等着，等信儿。既然大帅还活着，那我们就得开个会，研究研究解救的方案。还等什么呀？研究什么呀？现在过的每一分每一秒，对我叔来说都至关重要。那也不能就这么一窝蜂冲出去，万一有什么闪失呢？兰兰，我也很着急。你要不你这样，你回家等信儿，最多等到晚上，晚上你再来我办公室，咱们具体谈谈这个怎么解救的方案啊。就这么定。技术鉴定的结果显示，的确是大帅亲笔所写，绑匪索要100块的赎金，说不给就撕票。100？不是，我也觉得稍微少了一点，也不知道这些绑匪怎么想的。给他1000。对，这样比较保险。嗯，让他撕票。啊，你还给绑匪带个话，撕了票之后要是能把脑袋带回，我给他额外加5000。军长，您恕卑职愚钝，我觉得这。胳膊这脑子怎么有点懵呢？你懵就对了。我可告诉你，这个大帅呢，我是一定要做。你要不要给我来做这个厅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行，有你这句话就好啊。我跟你说，这机会来了。是千载难逢，是。但凡是心腹之患，就一个都不能留，包括那个欧阳兰兰。别，军长，那欧阳兰兰就算了，就这个小丫头啊，你看又白净，又水灵，有文化，还能写个报纸，咱们就把她给得了。自古红颜祸水，你不知道啊？用我教你吗？欧阳不就是栽到女人身上了？这个节骨眼上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干还是不干？别整明白。我明白不行，你得表个态呀！你是干还是不干？干。我干。这不就得了？对了，还有个重要的事。你负责去给我找一个假大帅，让他当众宣布退位，然后把这个活口给我做掉。哎，我们这可不叫滥杀无辜啊，因为我们可以给这个假大帅安排一场跟真大帅一样的隆重而风光的葬礼。
不说好是100块钱吗？这就够俩活的了。你说我这是纳着闷儿，你说是不是咱弄差了呀？肯定是弄差了，这也是别人的活儿。你说好100，咋就5块钱呢？不管那些了，谁拿到就算谁的。这是啥呀？这是啥呀？你看看，你看看这写的是啥呀？你你说你这个鳖孙，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识字儿，你给我看那弄啥？你不识字，哪也不识字。这是他识字。哎，直接，这鳖孙出来，出来！哎，快快快，出来！出来！你看看。这上边写啥呀？哎，对，给我们念念。念呐，念嘞。这上面写的，钱都给你们了，让你们放我回去，对我好一点，给我弄点好吃的，再给我换套衣服，不让你们再打我了。哦，感觉写的是这个话呀。咦，你个鳖孙，你骗谁了你？咋了？咋打他了？我虽然我不认字儿，可是我识数啊。这个鳖孙他低了头啊，低了头，他念了那长，可是没那多字儿啊，字数不对呀、啊。这个鳖孙，鳖孙，你骗谁？你骗谁？你骗鳖孙了你？你气死我！你再给我重念一遍。重念来。念呀。索要100。奉上1000，放我回去，再加5000。对对了，哎，这回对了，这回对了，这回是对了。不对呀，兄弟啊，咋了？这个鳖孙，这个头发恁金贵。是那个大帅吧？鳖孙！没事吧，二毛？不许动！不许动！他们俩当时是这样吗？是。那两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那现在，你讲讲你和大帅发生了什么事儿，讲细节。当时我们两个也没干什么呀，就大帅喝多了嘛。然后呢？然后我就帮他揉揉头啊，然后就按摩一下啊，然后就轰隆一下子，你们两个就都进来了嘛。不不，你再想想，你和大帅之后还发生了什么事儿？细节。不。后来大帅就被绑了，就被装进麻袋里了，到时候真是吓死宝宝了呢。那那两个人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没看清。哦，有一个是穿着大棉袄，还有一个呢穿着二棉裤。啊，大棉袄二棉裤。行了，咱们回警局吧，跟局长汇报。局长，我们的眼线已经跟踪到位。队伍也已经集合完毕，我们是不是要按照葛军长的意思？对，葛殿武想利用绑匪结果了大帅，如果绑匪没有得手，我们警察局就得替绑匪把大帅给咔嚓了，然后再找几个绑匪当替罪羊。如果成功呢，皆大欢喜，一荣俱荣。如果失败，责任都得是我来扛。哼，这个葛军长啊，真是机灵鬼儿啊。但我刘永安也不是傻瓜蛋，虽然我平常比谁都能装傻啊。
报告局长，欧阳兰兰求见。欧阳兰兰，兰兰，兰兰，坐。刘局长，给劫匪的银子送去了吗？哎，你先坐下啊，坐下说。来，坐。我。坐下。我叔叔有消息了吗？有，但却不是好的消息。啊，兰兰，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们的大帅，恐怕已经……他怎么了？凶多吉少。什么？兰兰，你别难过。局长，你别拽我，有什么话你说。救大帅的队伍的到，出去。那队伍解散。是。兰兰，你要坚强，节哀，不要怕，往后的日子我来照顾你，好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听我说，你这么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我是真心的，我在……兰兰，你干什么？你别过来！你坏蛋！坏蛋！你骂早了，我现在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的坏蛋。来吧，我的小宝贝儿，耶！能跑吗？还能跑吗？你来吧，兰兰，我早就喜欢上你了。来吧，禽兽！禽兽！我不是禽兽！我干嘛要放手？啊！我就是禽兽！放开我！兰兰，这个禽兽！你放开！我不放开！放开！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滚开！哎，怎么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哎，马尔猫，你疯了！小兔崽子还跟我动枪动刀的啊！局长，喂，局长，哎，局长，毙了你个小兔崽子！别跑！我们按警察局局长的手令来抓捕欧阳兰兰，开门！不行，我家小姐犯什么罪了？我跟你说，赶紧开门，否则于连按同犯处理。不许进！我家小姐是大帅的侄女，你这是私闯民宅！快走，快走！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兰兰小姐，出来吧，刘局长有请。兰兰小姐，兰兰把枪放下。刘一手，你这个背信弃义的王八蛋，你给我闭嘴！把枪放下，你把枪放下。刘一手，你干什么呢？马二毛，我在执行公务，你不许拿枪指着我。执行什么公务？你们来抓兰兰。我抓兰兰，你也别拿枪指着我。抓兰兰就不行？你把枪给我放下！让他把枪放下！你先放下！你把枪给我放下！你别拿枪指着他！你不许拿枪指着我！马二毛，你赶紧把枪放下，否则他们就打死你了！你开枪我就开枪！你开枪试试！我打死他！王飞东。
都把枪放下，不至于。放下。怎么办？我不知道啊。咱们一起走吧。不行，你俩走，我留下。那你怎么办？我留下。我留下，你俩赶紧走啊！你留下怎么办呀？我有别的办法呀。走啊！快点！别动啊！哎呀，哎，不动！别给讲啊！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竟然敢闯我们斧头帮？我是来找恁老大有事啊。找我们老大？哎，谁呀？哎呀，那个我是来找恁老大做生意的。我问你是谁？我叫大棉袄，我来找恁老大做生意。做什么？就是做个买卖。你们为什么还不放我？钱不是不差吗？钱倒是不差，还多急了，就是吧，有个事儿。你们不会不讲信用，那把我杀了吧？其实吧，那个哥俩呀，他是我哥哥，叫大棉袄，但是弟儿叫二棉裤。那个哥俩也老大不小了。就想啊，弄俩钱啊，娶个媳妇儿。所以那么哥俩成天在大街上啊溜达来溜达去，也不怎么把你这个大帅给逮着了。你看，你放了我，这简单呢，我给你们娶八个媳妇儿。这，拉倒吧。那么哥俩现在已经不想风月上的事情了，我也做不了。你说把你放了吧，你回来也得把那么弄死。要把你弄死吧，那我也是活不了。怎么办呢？你们不放我，也不杀我，总不能把我搁在缸里淹着吧？哎，那今天哥哥想了个绝妙的主意，那么哥俩打算把你呀给怼出去啊！不要
那你就把知道的全都告诉我。哎呀，我劝说，我有大棉袄，我有兄弟的二棉裤，我们哥俩前两天抓了一个人，他说自己是大帅，我认为这个事儿能挣钱，我这是来给你做生意来。大帅啊？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山坡上的破房里边了，我兄弟看住他了。要是我叔还活着，他绝对不敢这样对我。刘永安诡计多端，一看就像狐狸和猴配的。可是他没有这么大胆儿，这回敢对你下死手，一定是背后有大老虎给他撑腰。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你说的有道理。那天我去我叔办公室，葛军长把梁强给抓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不行，我这就去找梁强。你不能去。我去，我回趟警局。你回警局？我现在还是警察。大哥，大帅，您受苦了。你是谁呀？这是？你胆子真不小啊！大帅你都敢保？明人不做暗事，我是斧头帮于老大。我不管你是于老大还是于老二的，我告诉你们耍，你们给我出去！哎呦，不是，别闹。兄弟们，有请大帅回府设宴压惊。哥哥，大英雄，谢谢。还是不是呢？是，你是大帅。是大帅。走走走。大帅啊，这个人说是你的朋友，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别！
那不行。两位，下个就是我吧。滚蛋！起来。过来。别！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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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都踹了他一脚啊！我没踹够，来，再打我一枪，打打！你打我三枪，我都原谅你了。我，我，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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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呀！你说什么？要你们这帮东西有什么用？抓个小丫头骗子都能死几个警察，要你们干什么？不是，咱们现在缺人呢。现在听话了，问你，想不想干了？你还想不想干了？小哥，想干就要听我的话。我，去，给我找一个贾大帅去。贾大帅？为啥呀？为啥找贾大帅？不要问为什么，去。去不去？去，这就去。敢不去，我就跟你算打我一枪的账。大帅。这封信就当是兄弟送你的礼物。当兄弟的就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恕在下直言，怎么你的手下都想弄死？我于老大生平最恨这种不仁不义的奸诈小人。他以为一个军长的宝座就能诱惑我，就能借我的手杀了你，太小看我了。生死有命，富。四花，卖四花嘞！唆使大帅去外豪门的是他，大帅死了，他又对兰兰下手。还有你头上的包，和我心口的痛，都是他造成的。刘永安就是个大坏蛋，早晚有一天我把他崩了，为民除害。你支不支持我？树倒猢狲散。明白吗？别整那没用，赶紧吃吧。吃完到街上抓几个倒霉蛋，挑个最胖的交差得。翟小涛，哎，把他给我抓住！站住！再跑，打死你！站住！哎，给我站住！听见没有？站住！哎，给我站住！快吃鸡就吃鸡吧！我让你跑！让你跑！打死你！打死你！跑！快点打！跑！别打了。什么事儿啊？他偷龙样戟，他还不给钱。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我就你，别吃了，投胎去，投胎起来，你大，大帅。我是大帅，你傻呀？大帅都死了，说你是大帅，你就说自己是大帅。那要说你是皇上，我们还得给你准备一身龙袍呗。真敢顺杆往上爬，是不是？是大帅。大白天偷东西，当警察不存在，以为我们都瞎，是不是？是不是大帅？是是是。你是不是大帅？我是大帅。你是不是大帅？不是不是不是大帅，我是小偷。你是谁？哎呦，我是小偷。哎呦，你说他胖不溜秋，长得还挺像啊。带回去。哎，起来。哎呀，赶紧我的。
哎呀，跟大帅一样肉。简直就是大帅呀！这我不是大帅，我是小偷。不，你是大帅，我真的不是大帅。你是？啊，我是。这假大帅是二毛找着的。哦，马二毛，你立了一大功，我要好好奖励奖励你。我。这样吧，从今天起，你打我那一枪，我忘了。你还打我三枪？你跟我记这个是吧？啊，跟我记仇是吧？行，说什么呢？滚出去！哎，好，您说的怎么办？滚！好。真香！这饼够兰兰吃好几顿的了。你别说，马姑娘这手艺还真不错。那是，要我说，兰兰如果不嫌弃的话，就让她住马姑娘这儿吧。你想想看，马姑娘还能给她做点菜，俩人还能聊聊天，多好。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嫌弃？兰兰吧，就是表面上看着像大小姐，其实兰兰可懂事了。耶，哥要雕不？我看你像雕，别玩去。你咋说话呢？哎，你不要雕。你要个手表呗，大帅的手表，货真价实，哪有骗你？那搁着别损，买个呗。你再看看这点儿也是大帅的点儿，货真价实，哪有骗你？哪有来吧，哎，咱俩，哎呦，哎，你妈呀，我。嗯，这下就下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欧阳大帅啊！我不是，你是，你就是，我说你是，你就是啊！你们都出去，待一会儿会来几个人来看你，到时候你该是的时候就是，不该是的时候。我不许你试。那我是还是不是啊？你自己把握呀，搞砸了我弄死。哎，来了，来了！啊，警察，嗯，永安，这个是真大帅吧？我是。嗯，啊，别，不是，军长，别，这不是他是您让我找的那个假欧阳。你说，到底是不是大帅？那我是吗？问你呢？
那我到底是还是不是啊？你混蛋，你不是。是不是。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大帅。我咋又是大帅了？他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是是是，我说不是就不是，你是也不是。嗯，我都蒙圈了，真的蒙了。求你了，放在那吧，放在吧。说，东西哪儿弄的？这真是咱偷的，真是偷的。我说实话，真是偷的。行，我说实话，我就不问你。别干呀！快点，我说实话，都是大帅的，两个兵都是大帅的。这样我们能行吗？我去拿块石头去。那要吃嘞，那要吃嘞。嗯，队长啊，那个行吗？不是行吗？这太行了，这个。你力一大啊！哎呦，有了他，我们可就差一步。那不是。我差一步，您就差半步了。哎，对了，这人长得是真像，不过怎么就感觉跟个傻帽似的啊？你回头啊，你得好好给我训练训练他啊，让他像个军人，知道吧？哎，军容啊，军姿啊什么的。您放心，回头我就去练他。其实啊，他就差那个大帅的那个，对，那劲儿，那个劲儿，对对，那个那气质，对，主要看气质啊。走了，哎，慢走。这表是我输的，他们把我输到哪儿去了？那个二面库说，大帅被斧头帮掳走了。斧头帮？啊，这不对啊，梁强去过了，他说我输没在那儿。我去当斧头帮。啊？喂！我是来救人的。我不是来洗澡的。我要用我自己换大帅。换大帅？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斧头帮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啊？我看他们你小子是活腻歪了吧？我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哦，好，好，好，那我成全你。哎，等会儿，我有个问题。你们长得这么帅，为什么要混黑社会？因为长成他妈你这样的，都当警察了，小子。停！把他放开。兄弟啊，我看得出来，你也是个性情中人。大帅是来过我这儿，但是他又走了。凡事动动脑子吧。我不信，你肯定骗我呢。小子，记住了，回去好好的当你的警察啊！滚！一二一，列令。哎呦，行啊，这以前是当过兵啊？啊，我当。
还是没当过呢。哎，这个无所谓，当没当过兵无所谓。你只要时刻记得你是大帅还是不是大帅，这个弄清楚了就行了啊。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嗯，来这边。我们练别的啊，嗯，向左转，立正，挺胸，收腹，抬下巴，挺胸，收腹，抬下巴。挺胸收腹抬下巴，挺胸收腹抬下巴，挺胸收腹抬下巴，挺胸收腹抬下巴。目视前方。我说我是警察，我说我要换大帅，我说我要。你没说，你说了说，啥都不让说，你说他们是不是有病？你有病。你没发现你每回一装完犊子，现实就咵嚓给你来一下吗？喂，这大帅到底能去哪儿呢？不行，我去找梁强。你别去，外头多危险呢，你看我都什么样了。哎，不可能。哎，不能够吧？有屁快放！我们俩抓的那个假的，不会是真大帅吧？啊！从现在起，你就是欧阳大帅。当了大帅以后，哎，你可就拥有权力了。权力这个东西，但是权力你不能乱用啊！啊，你有了权力以后，一旦瞎用，瞎用就弄死你。哎，听见他说的吗？瞎用他就弄死你。记得啊，从今以后，你要时刻记住两件事，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听我的话。那第二呢？第二，还是听我的话。哟，你们俩有事儿？刘一手的亲戚，我表弟，想进去看看，不白看。这两块给你，这两块给你。哎哎哎，快点啊！保密啊！叔叔，叔叔，我是兰兰呀，叔叔，看，现在练的连气质都没问题了，就是要确保万无一失。金大爷虽然胖，但是聪明伶俐，就是一小号的矮胖玲珑塔。看看去，就再玲珑塔。玲珑塔，哪里？别乱动！再动开枪打死！
抓一小偷，专偷妇女裤衩子。惯偷，特别埋汰。哎，抓个偷裤衩的还动枪动炮的。嗯，哎，快走回下州军长。哎，军长好。以后不要叫军长了哟。哎，没关系，明天就工作了。这是咱们新的大帅，葛帅。嘿嘿嘿嘿。哦，葛大帅好。哎，搁哪儿偷的大裤衩子呀？走吧。喂。你这两个人没有问题吧？啊，没问题。这我的地盘都不听我的。哎哎，我说你这当兵的咋就这么犟呢？跟你说了一路咋就不信呢？哎，如果我们真的有大帅的手谕，让你跟我们去死虐。大小姐。明天早上葛殿武就要篡位登基了，咱们得想办法阻止他。我叔叔还被关着，你得想办法救救他呀。这上面有孔，是大帅的手谕。我梁强责无旁贷。好。旧画用不着了，框别给我弄坏了啊！好嘞，拿着这。葛帅，葛帅，你看怎么挂？早点。啊，右脚低了，右脚低了。哎呦，再高点。哎，这儿。好，就这么着。嗯。怎么着？啊？我教你背的，都背下来没？背下来了。我告诉你，一句都不能说错。说错一句，我就……我懂，我懂。哎，我。刘永安，对不起。既然各位将军都到齐了，那就请欧阳大帅给我们宣布几条任免令。嗯。任免令，刘永安，有。人治警有方，现在提拔为警察厅厅长。是。本人欧阳，因身体不适，难以维持军中繁忙事务，故宣布退位。加油！慢。欧阳大帅，这么重要的决定，怎么能就这么突然的宣布呢？葛军长，
你又能给我们一个什么合理的解释呢？念大帅，由葛殿武担任。大帅，鼓掌！鼓掌！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别慌，
来了，好枪法！我打中了。嗯。耶！太好了，我终于成功了。快走，走，快点，走。大帅。真是欧阳，葛殿武，你说老子是大帅就是大帅，你说老子不是大帅，你是大帅。你以为给老子粘个假胡子，老子就不是大帅了吗？陈哥，来呀！我告诉你，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来吧。那你就尝尝老子的爆米花吧。杨强啊，大帅有什么吩咐？刚才门口的兵给我敬礼了吗？敬了，他们全都敬了。啊，敬了，敬了就好。小小的人物，他活在边处，这世上总有那些散不开的迷雾，迷途的人儿坠入了深处，冷眼的小小人物帮助他们来醒悟。小小的人物，他活在边处，遇见了落寞危机根本没人在乎，平凡的小人物守护着小幸福，赌一口气争一口气，正义勇敢是正途。谁说这世上都是浑浑噩噩，平凡的小人物他不是弱者，做一个木头人不理这乱世纷纷，可惜没生在豪门，空有一身热血忠魂。小人物也能彷徨，身陷囹圄照样自强，孤身在这乱世彷徨，魑魅魍魉但来无妨，怎么忽然就成了这样，哪里才是诗和远方，哭着笑着眼眸亮着，不停歇前进着，梦想尽了希望，幻化成儿时的一曲绝唱，轻狂。记不记得你那时的模样，是谁站在大路中央，找不到回家的方向，笑看着人心惶惶，却不敢将人间忘。梦想被遗忘在奋斗着的路上，辉煌为我那不甘的心指引方向。风马苍天，你让我生在乱世坠入深渊，浮躁浮世浮夸浮于心中不甘，我不留恋。